为怎么办呢？为了更好的加强这个神的功能，神意的功能，我们的就是在神念行做不够的时候呢，还有神惯行。第二步也神惯行，咱们这神惯气啊，神念气、神惯气，这个就是神念行、神念行、神惯气、神惯行啊，这样你名词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咱们起的嘛，起这样的起一样的就是，这换个内容就完了。嗯，惯行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在我们念行的基础上来搞。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搞惯行也可以啊，也可以一开始搞惯行怎么搞呢？先照个镜子，惯嘛就是看嘛，大镜子里边一边练一边照，说咱们没镜子呀，没镜子嘛呢，白天太阳地儿练，晚上找个灯有灯影的那儿就是练，可咱们这不麻烦了，就是这车灯灯太多，没影子，就是，所以过去就练三光啊，就是日光、月光、灯光，拿着三光看影子，再看那形练的对不对。咱们现在这个呢有镜子，反正就是一说又得以后了，我净说以后的事，像咱们以后咱们自己盖了校舍以后，该练功房，练功房周围都安2米高的玻璃镜，现在什么都没有，这砖儿啊。将来咱们要改练搞练功房的话呢，这要是在周围练功房屋周围的话，都是室内练功，都是安用玻璃镜啊，安2米高的玻璃，因为面对来个儿高的是，那是像我这1米8，还问不来个2米的就麻烦了，就是嗯，就得搞成最少得搞成1米8才行的，就是1米8以上。你要看，从看自己形体。一做动作看形体，然后看我这个人，看自己，这样看。先那个，这里是观一般的心，然后呢，再做动作，做个动作，就不是睁着眼睛看了，一做动作就不好睁眼看了，闭着眼睛，就想着这个形体，这样呢，同样和念形差不多，念形是呢，我让它动。我让他抬，我让他直着，你是要这个要里边那个动作过程，意念和这动作过程结合起来，那属于念行啊。现在的话呢，你惯行的话呢，一做这个动作，这心里什么样子，看这个心的样子，从外面看着，看这些啊，这哥们起来了，就看这看看这个动作，看看他，就是闭着眼睛看看他，就感觉这个动作起看嘛，过嘛，就感觉，这个感觉的问题啊，不是真是闭着眼睛看着，闭着眼睛你还怎么看着？就那闭着眼睛看着，还是那个形体的感觉就起来了，这样。你要做念行就不要念的话，一起也我要起，是就念的我要是起，是正是那个是里边那个命令过来灌出进去。这个时候看那个形体，一开始看外面的形体，这个人体啊，从外面看啊，这手。啊，就这么看，这手背那边看手心，怎么胳膊怎么那么情况？这么弄起来。等你练功以后呢，慢慢能感觉到自己形体了。哎，形体，我或者是觉得像我自己，我在前面站个练功的，你在这儿练功吧，练功，闭着眼睛，我前面还有个我那影子跟我对着脸，跟我对着他练功，我看看他练，啊，你看看他，你胳膊。你看，两个侧平举，起来，或者说，你看这举平没有？看看他举平没有？他平没平？没平，这不第二这个情况看这个，那么实际你这样做，你等于看看他，您自己自然而然自己就可以做正确了。这是观自己也行，观对方也行。再有呢，就是呢，你还可以呢，练功的时候还观我肚子里边个小人，比小点的人，他在里边做。我把它外面搬到里边来做也行啊，也可以，这几种方法都行。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呢，必须先观外形，先观内形不大好观。外形呢，你闭着眼看前面也行，看看自己形体，这么做体会自己形体也行。不过就在这个观的时候啊，一下你容易惯这儿忘了那儿，惯那儿忘了这儿，
这就需要一点点的来，一点点的来，不能急。他呢，这个地方就需要同学说一说了，关于咱们说那关窍点的问题啊，咱们新庄里不是有这个窍点吗？什么这个七星大七星小七星啊，什么倒七星啊，还有的是什么那个就几个点呢、啊？像这些问题，咱方老师那怎么关呢？怎么关呢？那个不是让你去关，知道这些点了，你脑子里边啊知道这是个窍点，知道是个窍点就行了。你动哪儿的时候，你要知道哦，那个窍点。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去老注意，哎呦，我那个窍点，那个窍点，好像管顾的窍点动了都忘了，在这管顾的窍点以后，把你就锁死了。那个窍点就和以前搞任何一手窍点都是一样，叫知而不守。要知道那个地方，但是不要总守住它，死死守住那儿，气就不流通了，就不是活活泼泼的了。他那旁的人还讲这干什么？讲这窍点干什么？告诉你这是个窍点，关键重要，你脑子知道那儿重要，你一抬腿哦，这里边有个窍点，你脑子有这个概念，它自然而然它是重点。没事的时候你倒可以啊，没事躺在宿舍啊，躺在床上，哎，窍点，带个窍点，注意注意啊，我说躺在那儿动动啊，窍点在那儿，注意说注意注意啊，我说拿手摸摸抠抠，在这里边，在里边我抠酸点，我好记着它，是吧？啊，这样的都可以。真练功的时候不行，真练功就练你的功。你可以在练功之前把我身体这些窍点我都照一下，一照，照一下，感觉一下。练功的时候呢，你该练哪儿就练哪儿，该练哪儿就练哪儿。你比如说，你要一抬胳膊，一抬胳膊，一抬胳膊，啊，肘、腕、劳宫；一抬腿，是吧？什么环跳、阳陵、脚腕、其中，这得你指定你脑子里边有这个概念以后，你一抬就你过来就拿上一冲，哪一呢？这是还一个加一个疙瘩，加一条线，加一个线条，加个几个疙瘩，几个扣儿啊！哎，一看它不是一个正直的，这儿有这么一个东西，脑子有这么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那儿这么个有那么些，听一下有那么个东西就行了。你可千万不要把它搞得太具体了。哎呀，这个点儿，这个点儿的话，这庞老师还叫七星布七星部位的，反正我要怎么把这气儿我聚到里边去好。你往那里边聚出个瘤子来，那个点儿倒确实，那倒明确起来了，那麻烦了，气儿聚得太厉害了，成瘤子，开不了了。让在那儿意念加一点，要注意一点，它成为你聚气的，这是一个轮上里边，这一个链子，或者是呢，这一个关节点，这是个关节点，它是重要一点，不是让你把水都丢了它。这是一，第二点呢，我们讲了这几个点呢，这些个点呢，它是让你全身照应，就是全身来照应的。如果让你全身你都处处照应，你就照应不了了。就那么几个点，你就好照应了。德芳老师啊，他说这会儿照应不了啊，你照应左边就往了右边，照应脑袋就往了脚。哎，这得说我们意识啊，还量不够，能量还不够。意识也是浑元气啊，这个浑元气量还不够。你要想发挥意识的感觉，或者是使得支配运动起来这样的作用，你就得把那个气集中起来。集中了之后，你才能去完成一个动作，就说明这个气不够使唤呢，这个神量还不够啊。你只有慢慢练气儿多了，这个神也能够分开。之我这儿给你点，给你点，给你，给谁点都行，给谁一点都行。那时候呢，慢慢这个照应点就多了。过去讲啊，
说练功叫全身处处是丹田，这每个地方都是丹田，不需要从丹田掉下，丹田掉气不需要，说哪儿来就来。所以这样呢，哪儿都可以起反应。丹田气嘛，你这一说要一碰啊，嘣，它就起来，这儿丹田就不用掉嘛，它这一下就给马上给反应过去嘛。咱们讲课的时候，这个意念和气的关系，这儿把气一引，给引过气儿过去了以后，这儿一抻不够使，把腰抻了，气儿过不去了，那个丹田气过不去了。因为就在这丹田的药下，马上就来了，解决问题了，不就行了吗？所以就我们现在一开始不能照应很多点，就我们气不够，神也不够，神也不灵，就还比较滞，停滞的滞啊。要说这边一说注意好了，就都注意这个，那边就没了啊。这边注意好，这边一注意，这边怕人打那一拳头拉那一刀都不知道了，那就不行了。人练武术的叫对耳，怎么叫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个情况他得能照到全身。给大家搞了那几个点，就是让大家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要想着他，说这很重要，脑袋一说重要，哎，注点意，这么一注意呢，这个神就需要慢慢会分开，会一心二用，会一心三用，会一心四用，五用六用七用八用，这个情况才行。你练武术的不是，你不是一个手打一个手打这边，一个手打这边，这个脚踹这个，一块打好多人，他怎么搞起来？同时反应过去，怎么搞啊？那都是练的。如果他脑子里边反应不快，行吗？所以方才我讲的是吧，咱们走路一走，每走一路，每走一步，的翘等点都非常清楚，你就得去靠这个意念活动。靠得快，那靠快，所以靠不那个意识反应不快就不行了啊。所以像这个情况呢，我们讲这个惯行的时候，得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勉强搞，但是又不能不搞。你想一下，想那么一下一个身体，你想整的话呢，这整的这边好像这是个气人，一个玻璃人，哎，还有几个点儿。你做哪个动作的时候，说这个动作应该是注意哪几个窍点，就好那么一个气人，一个气人那个点儿，就完事情。这一做和那哗的一晃就过去了吗？这是每次脑袋非常快的那么扫描它一下，这样去惯这个行。另外，如果惯行包括前面惯气，闭着眼睛看呐，出了好多景象怎么办？看这个形，哎，看着，一看到这个胳膊怎么长出个小树来？真有练这功，一看，怎么胳膊这就光着长个树？我长个树啊，或者鼻子里边这不定长个什么玩意儿，脑顶不长什么玩意儿啊？你看着看，有长出东西来了，那就觉得是幻觉，别管它。出什么都不管他，你看他一出树的话，你马上我，还看你脑袋，我脑袋没树啊，我脑袋是光，但所以不是秃子，可脑袋是平的，有头发没树啊，你是想那个本来的面貌。所以说那个就那个胳膊变粗了，都不要理他。练功的时候，不论出现什么景象，你都一定安安静静。既不高兴也不烦，哎呀，我这胳膊怎么变成这么细了？都这个一看成个白骨精了，啊！真是一练功闭着眼，你看那这看没有肉，一个骨头，光看着骨头了。也许那一会儿呢，你自己超常就能要出来，但是呢，气还不够。一看那骨头不是活的骨头，是那个白骨头、死骨头，说那个气儿还不够，是吧？也许是功能，也许是幻觉，功能也罢，幻觉也罢，都不管。照常练功，照这个形体，不要走丝，不要跑神儿，这是最根本的。搞这个惯行啊，搞这个惯行，应该是和念行，先搞哪个都行。
神念行、神贯行都可以作为练功的初步功夫就搞起来。当我们贯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你贯不是个死贯，另外呢，千千万万不要预想什么东西，我这应该怎么怎么气儿怎么通吧，经络怎么通吧，不能这个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可能就会出那个感觉，哎呦，这一个动作，咱们的力量分支，这个是三阴经的，这是三阳经的，哦，这种三阳经要动它了。啊，你可能觉得，如果你再看看将来咱们讲中医经络书以后呢，啊，三怎么走，你可能就有感觉了，人的感觉可不一定是真的。你说，哎呀，我经络通了，不一定，不事先预想，不要去预想，就是看，而这个看呢，叫安安静静的看。过去管这个名字称为祭照之功。这个精神呢非常的安静寂静，这么寂静非常的寂静去查照我们的身体。在过去怎么讲呢？过去就是就好比说呢，你的头顶，这不是那个过去讲说头顶一般是照，是照的丹田的，这叫寂照之功，照丹田，这儿头的一个灯往下照，照个丹田，就好像咱们拿个手电一样，手电往下一照，照着丹田那边去，丹田把它照亮了。我们现在不是照丹田，你练哪儿照哪儿，照着形体。你自己呢？因为咱们这个神呢，在哪儿放的都可以啊。你看那哪边的看不着正面，一看后头是正面，看左边是正，看右边，一看哪边是正面，这从外面往一开始观外形，从外面照，啊，从外面照。慢慢照外面照的比较精确了，就要从里边照。从里边，我这个胳膊一动，从里边感觉进去，从里边。这个从里边照啊，这就是慢慢，就是一开始给你体会。你从里边体会，觉得里边怎么一动，这一动的话呢，哪个接着咕噜咕噜的在动它，体会，一会体会，慢慢体会，体会越来越清楚以后呢，体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这属于内视功能。就是我们这么集中精神，念行照行，从外往里，以后的话，慢慢这个意念能渗到里边去了，那就出来透视功能了，就是内视功能了。自己看自己了。所以有窍门没有？没窍门，就练练的集中能力，精神集中，集中力越好，它的力量就越强，它的渗透力，往里边渗透力，往里边穿透力就加大了。我们一开始，我们跟同学们呢，我每个人都是一样，练功的时候呢，意念不会那么集中，不能集中，力量就不够，它就渗透不进去，穿透不进去，进不去里边就感觉不到，所以功能就显现不了。那我们意识不也是个一元体吗？因为我们这个一元体人家还没有练，他还没经过训练，就等于什么呢？刚刚入伍的新兵，还不会打仗，还不会怎么利用这些个拼刺刀的时候几个人一组，还不会这么做，所以那样打新的兵没有纪律，也不会配合，成为个整体力量，最容易让别人消灭。通过练功练兵啊，把这个兵练得非常精，到时候怎么碰到什么去，他穿呢，这很快就给你把那个阵地给攻破了，有了突击力量，能够突击进去了，意识点活动一样，他能够集中起来，你突进去好渗进去就能感觉到他了。就这样要经常这么练，经常那么练，想啊想啊，体会啊体会，体会集中精神，体会精神，经常积累到了一定的水平，它里边一下子就开了，就感觉一旦能一下能进去，感觉着了。所以咱们见这个神贯行的时候呢，要从外贯到里边贯，能到里边去贯了，这里边这里成什么呢？
这就走到下一步了，这就是神入行中了，神能入到行里边去了。如果这个神精神不能入到行里边去，入不进去，那么你就感觉不到里边，你能入到里边去了，说明这个能够从里边灌了，给这神入行了。这个神入行呢，那神入行练咱们这练功啊，跟过去练功差不太多，这里边没有更多的诀窍啊，没有更多的诀窍，就是往那边集中，集中集中再集中再集中，经常往那边想，意识往里边去用，慢慢就进去了。当这个神入行中，入个局部是容易的，入一个局部是容易的，因为咱们这么大的形体，一往里面一集中啊，进这胳膊，看这样，这是可以的。宏观的入行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做到微观的入行，那就比较难了。哦，微观的入行就比较难了。怎么叫微观的入行呢？你把这个形体想入得更非常细微，因为形嘛，这有形的就一个细胞一个形嘛，能观察得非常细，到里边去观察得非常细，那就难一些了，那就难一些了。除非我们是真正的把内视功能变成了内视透视，那才行，因为内视和透视还不是一个东西啊，还不是一回事情。那时我们精神集中到里边之后，我们自己是内部的感觉和自己视觉结合起来，那就是个内视，而透视还不完全一样啊，现在就是内在的感觉。所以一般的来说，我们也想入宏观的行里边去感觉一下，经常练功的话，练练功，你练练功，再练，我再给大家讲，练心转，给大家说过了，练心转很酸的时候，这集中集中，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里边去，里边看哪儿酸的哪儿酸的，你平时感觉不到的呀，那一酸这一体会，集中精神了，如果你真的是一忘，就精神特别集中精神，忘进去以后呢，感觉光想个里边，感觉到里边有酸呐，哪块肉怎么在动的酸呢？那这个神就开始往心里边去入了。当然这个入只是刚刚开始，真正神入行中比神入气中要难，要难，因为咱们这个行啊，它里边界限太，里边框框太多，这个组织和那个组织之间太复杂，所以你要想把这个行，这个神到心里边去，这个神在外面包着他，而这个心里还顺便拉着，那就是通透起来比在神在气中难度要大得多啊，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这个神入心中啊，神入心中，所以在这等功里边呢，从神入心中到神行合一，到一定的神行俱妙，这都是到了是比较难的层次上去了啊，比较难。所以这里边在智能功在前面两步，神念行、神观行是练功非常必要的啊，是非常必要的。而到了人入神入心中，到的是身心合一，到那个层次上的话呢，这是到了我们的气非常充足，神高度集中，而且能够很好的用气了，那才行。因为神入心中啊，你神一旦上心里边去，他就会自然而然带着气进去，把气引过去了，所以这里边呢就会引起形的巨大变化。你到哪儿去，一两万一到哪儿，气就跟着到哪儿了，一引气吗？如果我们真是神入心中，把我们神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入进，都能入得了了，身体就整个就发生完全变化了。所以基本我们到了智能功啊，一到练，虽然我前面讲这个讲这几步功啊，讲这几步功，但是真是把它练起来，那是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这个问题呢，
又不能不讲这些问题。古人虽然没有这么去来讲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或者讲老前辈的这些练功的成果的时候，他应该属于这个机理。所以有的东西呢，有些东西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讲这些课当中啊，不是我自己哪一个都亲身经历过，不是这样子，是综合了老前辈他们讲的实例，他们讲的内容，他们的感受，我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他看到的老师真正看到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我想把它综合起来来给大家分析的。不要，同学们可不要认为是我讲的课我都经历过了，这还不是啊，还不是。那深入心中这一点，真正完全到深入到心中当中去，透过到每一点上去当中去，那个情况就是不是那么很难。当然身心合一了，身心合一啊，就你深入的心里边去，那身和心还两个呢，还是两回事情啊，还不是一个呀。身和心合成一个，那就更难了，因为这个神和这个形成了一个了，这个形你是不好变的，这个神是随随便便都能变的，可是你神形合一了，这神一动形就能动，神一变形就能变，那个就是非常难呢。他说咋不说你神一变，他说手短点不就短了点吗，你短了点的话说他一会儿又长了，是吧？而且就你短，老人的短，短点儿，再短点儿，再短三个短点儿，就再短不了了，就是。所以这神和心就不是合一啊，神合一是再短点儿，再短点儿，再短点儿，就是再短点儿，再短短短短没了，没了就没了。还不要到身心俱妙，实际真正到了身心合一之后啊，身心合一了呢，实际上就到了真合了一，就是身心俱妙。那时候就叫做呢，就是要显，他这一念一是显，就使得这个神气合于形，就是显出来，神气合于形，这个显在的。这一念一动，用这个形神和形和气合于神，它就没有了，它就可以没了。所以说，地铁消灭倒不是消灭了，它就变成都合在神上去了。气和形的成一个隐伏、隐藏的状态，隐伏状态，你就看不着它了，就看不着它了。看不着它以后，它不能老没有，它到时候它还再出来，就是它一放就放出来这东西。嗯，到了身心合一的话，那就是非常高的层次了啊。它有没有？应该是有。没有的话，如果都是这个神话小说的东西，那等咱讲课就不能讲它了啊，就不能讲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前面讲神气并重，讲的多一点。讲身形并重，讲神念形、神贯形讲的多一点。深入心中，身形合一就讲的少了一点，因为这些问题讲多了也没用，讲多了也没有用。像咱们同学们看过的什么那个报道的，说印度那一个人练什么，一个练什么瑜伽功还练什么功的，是一撞墙。经常撞，一撞撞过去，一下撞起来过不去了。他那个情况还没有算到，还没达到形神合一。过去吗？我要撞进出不来了啊！还噔噔噔噔噔噔不好看，这照个相，就说拿刀拉过来行不行？拉过来不行，那个墙跟他合在一块儿了。那个墙的话呢，你这外面那个人是个正常人，一到那个墙，那个人那个墙里边没人，
你把那个枪我都给你咔咔了吧，到里边就没事，就在没肉皮了，一到枪里边没肉皮，不是那个人，把那个枪通了，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枪的话还是那个枪样，你一看那枪一块砖一块砖看得清清楚楚，你要往下把那个枪拆了，看到下面有砖，就不是他，那边的腿在下面，腿在那边，身子在这边，当中没人，他把那个枪那个砖他合在一块了，你怎么拆？我把那砖一拆就是他的肉，啊，那个人都不行的啊，那个枪不行的，所以一般人不懂这个道理，把那枪给拆了呀，你拆那个枪，你把那枪都拆光了，他砖在里边呢，这人倒可以动他了，人动了他同样是走不了，这是那有场在那儿呢，他走不了的，你把枪都给拆了他也走不了。他转在那儿，他在那儿扶着待着，你把枪都给他那扶着待着，他也走不了，还是这么趴着待着，就是什么时候自己意念用意念一动啪过去了才行，不是意念过不去，那都是过不去的东西啊。像这个情况就是啊，因为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就是以为是这还不好，这给拆了的拉出来就不行了，你拉哪儿了？他没个界限，你看，甚至这种你拆枪拆上面你都拉他。离这还老远呢，他铸成一块儿的一个气儿了，你看一拉就，这儿给他一个枪一下，一枪一动，动了一枪他就给死了，把这气都破了，成一个东西了。所以到了身心合一的时候呢，这个情况，这个人的状况，就和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啊。所以将来有些问题呢，咱们在讲混元整体观的时候，也可能有的问题会捎带的。还带上这些问题了，那时候在讲到哪一个层次混元气的时候，混元气的变化过程会要谈到这方面道理了，这就是将来我们讲了这些道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能碰到这些个社会上这些个真是神乎其神的事儿，真有这个事儿，你就会解释它，但是没有的编的那就不好说，你看到了以后，那我们这个理论都解释了它。混元整体观呢，就是让它破除这个神秘化的东西嘛，慢慢变成一个可行的，大家都能掌握、都能运用的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练功啊，这几个层次啊，我想就是这么简单讲。咱们练智能功呢，练智能功，实际上是神气身心是并用的。我们讲了有神气并重。有神行并重，但是我们练真正练智能功的时候呢，是神气神行并用的，掺和到一起的。真正练功啊，可不是说那么界限清楚啊，这是神练气，这是神练行，这是神贯气，这神贯行，可没这个，古人也没这个词儿，也没这么讲。我们为了给大家讲课方便。练功可以分成这么多的段落，但是真正练功的时候不能那么分。你这一抬也注意，暗地拉起腿收，往往你都得是又得念行又得惯行，又得是念气又得惯气。一开始咱们练功的时候，往往是念行惯行，念气惯气，是掺和为用的。同学们，你们试试看，你们体会体会看。你看一拖一转，一转，我叫他说这么拉，自己拉起来，他叫那拉，我这要开合，自己跟自己讲，开合，开合。你这么一拉气的时候，手有感觉，两个手有感觉。有感觉不就是体察吗？感觉就是这个气有压力，那不得等于是相当于灌气吗？手里边有感觉，感觉到手的形象，那不就是灌形吗？所以这里边呢，如果我们大家那么分析开，这么一想啊，哎，就是那么多东西。可我没讲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讲这里什么有念行有念气有惯行有惯气，你又不讲这里呢，这样一拉气儿，你就觉得这么简单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了，然后你再这样去练功，按照这个不同的内容去体会，按这个不同的内容去体会去啊，
感觉就不一样了。庞老师，你又讲前面练功，又有练功动作，又有练功要领，我们到底体会哪些个呀？都乱七八都体会。所以这里边为什么给大家讲说你必须在练功熟练的基础之上才能搞这个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上。一开始你也别念行也别惯行，先把姿势做得正规，做正确了，做熟练了，你做动作做着做着下面怎么做来着，你们喊口令我都不会做了，那你还想过来干什么？这是你做动作你还不做，做些动作合格不合格，合乎不合乎要求啊？你净想这个了，你还怪谁去？精神不集中就达不到念行，精神不集中就更不可能去惯行，脑子里边有很多杂念，要这个杂念把你脑袋占走了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讲呢，讲的这个练功这个层次呢，是在你有了练功基础上再一步一步深入，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反复去体会。你可不要认为到了什么水平，到了哪个时候再去体会，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平时练功生活当中去体会。总从这几个不同方面你自己去，那哪个最简单嘛？舌顶上额，舌顶上额你用一个神念行，舌顶上额一说上你让自己顶上了，我顶你顶什么样？想想自己舌顶上顶什么样？我顶上顶在什么位置上了？符合不符合我那个要求？如果你说呢，那一体我一吸气一呼气，我舌顶上呢有没有变化？慢慢体会，慢慢去体会。在另外就是呢，咱们讲的很多的要领里边呢，很多要领里边，什么跟咱们说一推一拉坐腕神门穴，咱们这个各部神经要求你都那么去做念行惯行，如果我们同学们你真正那么去做呀，没事拿起书本来头怎么要求，眼怎么要求，看看那个练功要领，看看练功要领，看了以后头动动，你们没事顶过小玻璃球吗？我说我不该顶玻璃球，我看你们谁也不顶玻璃球，是顶个玻璃球试试看，头我要正了，别跑了，别掉了。所以我们练行要惯行念行，你姿势不正确你惯谁呀？将来我们就是啊，真的是这么一点一滴的这么去努力，一点一滴的努力，从这个根本的行上做好，行做好了，这个气就自己发生变化。所以咱们智能功为什么叫做咱们第二部分叫行神装啊，叫行神装啊，心神装这套功就是来完全解决神和行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动作都非常规范，里边没有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说哪儿就是哪儿，非常容易做规范了，叫规范动作。你把动作做规范了，集中精神，这形成并练了，这本身这里边就会存在着神念行神惯行。练鹏击灌顶呢，多注意神念气神惯气，神在气中，多注意这个。但是里边的话你也不能把心丢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谈到具体问题。我们练功的时候呢，我们练功的层次呀，咱们一开始就讲了练功的层次，功法上有动功，有一步功二步功三步功四步功五步功六步功，练这一套功，练鹏击灌顶你可以练神念气，也可以练神惯气，也可以练
神在其中，气包身外，练好了一个这个，你也可以练到是神气合一。这是一个纵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序列，这是这么一个这样的序列，然后这样的序列，所以这样都能够知达到中央，知到了高级上去，都可以做得到。咱们的两个序列嘛，一个是功法的序列，练功的序列，练功序列它的两个，一个是神气祥和的序列，我广个斗神气祥和也可以，就这么做。你广个斗身形并重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方才我讲了一下做不到，都做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总是还是结合着搞的，啊，结合着一起搞。但是如果我们想，更好的体会，而且对这个练功能够刻苦的去做，不妨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分着体会，就是神练行的，神练行的，神练行的，我就不管记神练行的啊，这气功生活化，神练行可以是吧？我这是个人上班重复劳动，神练行，神练行，神练行，劳动神练个行啊，锤锤锤锤，劳动这个东西，神练行，练神练行吗？干活可以练神练行啊，嗯，将来我们有义务劳动的时候，你就别注意劳动，注意神练行，拿个扫帚扫地，扫卫生的时候神练行，对，扫，扫，扫，是吧？扫的时候在家里一看的话呢，那是这个是的，这是右手推，这右推左，右推左按，右推左按，右推左按，你这谁弄起来嘛？你给自己加上，我把这个命令具体化。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好多生活内容都把它规范出内容来，比如你写字，我怎么写，你写字的话，写字是最麻烦，因为他这个笔动得太快，写好的小笔道是吧，你心里边想横竖拐弯，这个就每一笔